这把我是地主啊，三大王炸，反炸，再炸，王炸！你那王都出过了，你哪来那么多王呢？我愿意怎么地呀？哎呀，两位大爷呀，你俩是一伙的，你不玩去，整得好像谁愿意跟你玩似的。嘿，老黄头，以后你求我，我都不跟你玩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求你，千万不要跟我玩啊！哎呀，两位大爷，今天你俩这是怎么了？因为这么点小事就吵架呢？哎呦，还小事儿？哎，小胡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帮马大爷评评理啊。昨天呢，我儿子给我寄了一箱奶，好家伙，老黄头看着了。马上给他姑娘打电话，让他姑娘给他送两箱，啥意思？跟我显摆呢？你说这事他做的对吗？啊啊，那要那么说，黄大爷那是你不对了。哎，小胡你过来。哎哎哎，听黄大爷跟你说呀，黄大爷承认，昨天那事儿啊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黄大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那是因为前天，前天，前天我正睡觉呢。闻见一股异味儿啊，我就好奇呀、啊，我往床底下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把鞋放我床底下了，哎呀，当时啊都给我熏懵了。啊，你说这事儿是他做的不对吧？啊，那要那么说，那是马大爷你不对了。那我也不能放我床头熏我自己啊，那就熏我呀。啊，那就放一下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了？我这跟我开玩笑，那没得用。哎呦，你传，哎呦，你怎么能开玩笑？哎呀，你俩就别吵了，别吵了。